拿一个面包，哦、对，自己打开。那你会打开吗？可以打开，啊、不可以吃哦，先打开就好。对，把面包打开，小心它会掉出来哦。哦，对，放在那个盒子里面，要做一个汉堡。对。哇，做一个汉堡哦。哥哥自己放，哥哥的。还没哦，等一下还要放一个香肠哦。对，一条一条的，一看妈妈这里，耶，耶，这边看，这是热狗，夹一条汉堡哦。你把这个翻开，把这个翻开，就开开，开开，开开哦，手手放开，这样就好了。哦，小心修修哦，小心修修哦，哈，不可以用手哦。哦，好，那换你把你的汉堡打开。来，换你，换你。对。打开一点。对，哇，成功耶！来，耶。来，再来，把你的汉堡拿起来。哇，这个姐姐好会夹哦！你明天来上班了。我是成功吗？成功。好，我哇，欢迎依依，你把汉堡打开。架不照你，对，放着，然后你把汉堡打开。哦，对对。好，放着。好，你要帮忙弄开哦。哦，打开，小心修修。对，好，好，好了，好了。好，你把面包打开，把面包打开。哦，小心很修哦，现在还不可以偷吃哦。哎，桌子不要压，小心了哈，不要推，因为这桌子很轻。